各位新周报读者大家好，我们是 RCM 激进主义，我是主唱小妞，我是键盘手如如，我是吉他手阿星，我是鼓手洪文，我是贝斯手 Uro， 我是吉他手小烧。来高雄找最好吃最好玩就看新周报。RCM 算是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所以在我们的不管是曲风啊，或是一些传递给大家的讯息，其实蛮明显，就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。那希望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带给各位可能加一点饶舌的东西进去，我们加入了这种元素进来，希望让我们原本的曲风可以做得更完整这样子。我这几天有在听我们的歌，重新再诠释了一遍，虽然是一模一样的歌，但听起来保证可以让各位感受会完全不同的。我个人来讲的话，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高雄长大，主推夜市、六合夜市、瑞丰，我觉得都不错。那燕城区那边有一间鸭肉蒸，很推各位去吃看看。小少你、有一间全素的意大利面，叫做向左向右，有点酥，可以自己去找。向左向右，然后还有在旗南路上的黑伦博，就要往树德科技大学的那一条，树德科技大学的同学下课记得去吃。希望在2018年可以接更多比较大型的表演，希望可以增加我们的歌量，然后马上再推出我们的第二张新专辑，带给各位。